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，是这个 Hot Toy 公司所推出的1:6合金压轴系列的钢铁侠马克45的简单评测。就简单把玩的一个体验吧，来跟大家做这么一期视频。想了想，还是给大家做一下吧，毕竟这个也是第一次入嘛，所以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以及我个人把玩的一个体验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个是它表面的一个这个牛皮纸箱，这个箱子上面写的是1:6 Mark 45。我们这个就不去管，直接拿出盒子。它这个盒子真的相当大，我难以置信，1:4的那个43究竟有多大。反正1:6的话，我收到之后，我去，这盒子大成这么大，你说。盒子的话，在拆盒视频我有跟大家简单细聊过，所以这里的话就一概的略过。它背后是一些制作人员名单的一个介绍，然后 Avengers with Ultra。 来拿出这个上边的这么一个盒子，盒子拿掉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泡沫的这么一个包装，上面是这个英文 logo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把它给拿出来。其实这个盒子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建议大家玩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啊，因为它这个如果第一次买的话，它这个螺丝啊，建议大家就以我上次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方法去。它这个是分为两层，第二层的话是在背后，第二层就差不多就是情景地台以及这个螺丝啊，还有这个5毛钱的特效，以及这个软管的这么一个设计，两个管子，它非常良心配了两个奥创杂兵的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们先来拆这个第一层，它这个内包啊，哎，哪里倒了，